激怒话语连发，型男来宾惨遭女人团炮轰。送我的礼物先送给别人吧。他就在那边跟我发火，装什么装？装了一副你很喜欢的样子。对啊，恶心，对啊，心退个屁呀、啊！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个才中火。2000块他都要杀猪公了，你跟他讲2000万，你们为什么那么爱钱？这几乎都会抓狂。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二分之一强。